的一天，我又在星巴克了。先迪伦休息。Wright Brothers 他们当时发明的 Kitty Hawk。我今天来这里啦，我觉得好像也蛮好看的。我好给你。下一个目的地。这里好酷，好看。我们到盐湖城啦，今天下雪啦，天空中在飘雪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，我还没有化妆。新的一天，我又在星巴克了。因为早上起来把它弄完了之后呢，要出门的话，我真的没有时间吃饭和喝咖啡。其实楼下酒店可以吃的，但是因为这两天我想出门嘛，所以就……然后我的化妆包呢，昨天忘在车上了。我只有等一下看买了咖啡，找个地方看能不能化个妆。Hi， can I get a grande hot americano, plain bagel with cream cheese, and then that's it?今天呢，我准备带他去这边达拉斯，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水族馆啊。因为今天天气也不是很好嘛，所以带他在室内走一走。如果我还有精神的话，因为我昨天发现我来大姨妈了，生完小孩这么十几个月第一次来姨妈，所以今天呢，我 see 看我身体怎么样。我就说为什么我前面几天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和困，我还以为就是因为可能出来带娃呀，还有时差呀，有一点点，是不是就是没休息好？结果啊，吃不太消的话，我们就早点回家。正好每天我们这会儿出门呢，都是他上午就是睡一个小觉的时候，然后到目的地下去就可以活力满满的开始今天的行程。Thank you. You have a great day. You too. 想喝口咖啡。出发了，这周出发。我们到啦，这边正在修路，地上的这个路有点难走啊。嘿，这鸟叫好大声！哇，就是这只鸟在里面。这里面全是小朋友，这里面有一股很潮湿的环境。这里有一只巨大的鳄鱼。你看到鳄鱼了吗？你不害怕呀？你不害怕吗？这个里面的小鱼，它这眼睛是发光的，身体黑黑的，所以只看到两个小点点。看企鹅去了，拜拜，拜拜企鹅，拜拜企鹅，拜拜。我现在到了他们这里叫做 Highland Village 的一个地方，应该是那种露天的 shopping center， 来这边大家都会逛的一条街吧。然后准备下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刚刚过来，他睡着，现在等他醒来，我们就下车。先迪伦休息。
校车来了，嗯，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出来逛一下了，而不是我一个人带着小花椒。本来想去一个 Modern Art Museum， 但是那个地方要稍微晚一点开，所以我们先来这附近有一个 Frontiers Fly Museum， 就是里面有很多飞机的，因为达拉斯好像就是航空比较有名，是不是？不然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飞机吧。哇，又来了一个。我们现在进来了，然后我们今天要跟一群可能是小朋友的 field trip 在后面，他们正在要进来。刚才门口的爷爷给我们介绍了一下，感觉应该是蛮有趣的。先看到了一个这个 helicopter， 然后你看，它是第一个民用的，太搞笑了吧。原来我们在课本上面学到过的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，还是这个就是 Wright Brother 他们当时发明的 Kitty Hawk 1:1的模型。Fun fact， 黑匣子不是黑的，外面喷的其实是防高温的橘色或者红色的漆。哎，走喽！这是一块阿波罗号带回来的月球上的石头。我们刚刚在看，我还想说这些模型就是收集的，结果过来这边有一个介绍 Alan Duval， 这是他手工自己做的，真的都做的非常好。我开始还以为是那种可以买到的那种模型， No， 所以这些应该也是他自己画的吧。 Elevator 就是把它倒过来，就是喜欢这种飞行历史啊，可以在这待一天。每一个飞机都有它机型的故事，然后从最早的飞机起源一直这样讲起来，还蛮有意思的，我觉得。来吃这边好像很有名的一个 Texas Barbecue。走了，哎，还好哎，没有很多人。来德州怎么能不吃 barbecue 呢？下午回去休息了一下，现在出来吃晚饭啦。找了一家达拉斯的川菜，超好吃，干煸肥肠、青椒牛湾，还有一个青菜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来这里啦。有点像那种西部世界牛仔城的感觉，先找一个地方吃个午饭。这里的餐厅好酷，你跟大家说我们今天中午来吃饭啦，到处都是牛仔的元素，你看那边有三头牛。哇、Here you go。啊，啥肉？我觉得每次餐前面包最好吃，然后这个薯条感觉很好吃。我点了一个猪排烤牛肉的边边肉，就最焦焦的那种，里面非常的，你看，某个人看上了一个帽帽，他这边很酷，是因为帽子天堂，给你定制，然后应该会给你弯成那种，就像弯，对，那种西部帽，然后上面可以自己选羽毛，你的妈妈好看吗？可以，你戴一下好不好？可以说我头太小了。准备就选这个颜色。Oh well， 这个没有我的 size， 然后他给我拿了一个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好像也蛮好看的。还有一个这个绿的，但是没有这个颜色好看，我觉得好特别。
好看哦，转一圈。Cool。我好开心。德州纪念品。对。Let's go。上车不到两分钟，就已经睡着了。我们今天在家吃，昨天在中餐馆吃的打包，回来热了一热，也多吃点菜菜。我们出来就是吃菜菜吃的少，蒸了一点红薯和西兰花，然后还有他最喜欢吃的黄瓜，他好喜欢吃黄瓜。刚到的时候去 Trader Joe 买了一点就是吃的，在家这个是那个炒饭，热一热，有的时候中午你知道带娃有时候没法吃，所以这炒饭还有 Trader Joe 的鸡肉汽水。我们 check out 了，终于搬上车了都。现在开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迪伦的第二个出差的地方是 Salt Lake City， 也是我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呢，我们要一路开过去。这个周末呢，又正好是春节，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在这路上过春节了。难忘的春节。非常难忘。到今天晚上要住的酒店，我们在哪里来着？ Amarillo or Amarillo？ 应该是 Amarillo， 也是德州的一个小城。然后我们今天迪伦选的酒店，我感觉还蛮西部风的，所以想说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西部现代风。对，进门还有两个这种画，然后这边就是进来我们的一堆东西，然后这是客厅。这边有一个床，它的那种风格就是你说的西部现代风，形容得很好。然后呢，这边它有个那种 farmhouse store， 是那种移动的。然后这边呢就是浴室 shower。刚才下来风好大。他说这个是他们这里可能普通的风，平常就正常每天就是这么大的风。风好大。你可以过来看，你可以看一下外面。你看那个旗，你就知道风有多大了。嗯，还行。好像说这个酒店里面就有一个餐厅，所以也许晚上我们就在这吃吧，对、啊、不用再出门了。国内他们等一下起来就是大年三十了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度过新年了吗？就是明天才收拾。对，明天。 对明天是我们的大年三十。猪猪猪猪，这里有很多像这种西部风的话，还有又是一个牛仔帽。我只知道这个袋子很贵，这个袋子应该比这个帽子贵。对哦、oh, 对，我还没跟大家说，那天我们不是买帽子吗，然后结果回来我才发现他们那个店是正好在 Forworth， 我们那天去那个地方开的一个 pop up， 然后他这周22号就结束了，等于说我们正好 happen to be there， so that's cool。
好冷啊，这里早上起来这里才零度吧，来买个咖啡。他们这附近好多咖啡厅早上还不开呢，周末。没想到德州的风这么大，说芝加哥风大，我觉得完全没有达拉斯风大，这里也很大的风。今天我们要去 Durango， 中途要经过 Albuquerque 新墨西哥州，可以看看那边长什么样。新墨西哥州又来到了买火炮的天堂，他们这边好喜欢 放火炮。对，正好今天过年，我们要不要搞一点？哇，它这个胖胖的有点米其林，好好吃。现在虽然在厕所，但是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。我们在新墨西哥的一个城市叫做 Albuquerque right here 找了一家餐厅叫做 Diner 66， 美国的66号公路。我们是从 Dallas 这个地方开上来的，然后正好有一节这个地方开在了66号公路上面，所以所以他这个餐厅1946年的时候就有了，是个加油站，后来变成了一个修车的地方，1987年变成了餐厅。他这种弯弯的那种天花板，就是1940几年、1950几年美国的餐厅都是这种感觉。这里好酷，就是超级复古的那种感觉。我介绍了呢，我看看这个秋葵炸秋葵。Friendly 给你比较。既然来到了这里，是不是他们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 milkshake， 关键是这里还有一半这么多。哎， strawberry oreo 爽吗？好怕。开开说我也要。Good morning， 看一看，他们还在冒烟呢，那里可能在做什么东西吧。哇，这里完全是冰雪世界，真的。天，最后一天，今天晚上应该就会到盐湖城。昨天迪伦看了一下，说那边在下雪，好冷好冷。昨天他到的时候还穿着短裤，这个人，然后外面这么厚的雪，这个人终于向天气低头，太冷了，换上了长裤。到盐湖城啦，这里是盐湖城的一个中国城。上面看得见，
刚刚吃了饭，下雪了。对，现在下雪了，是臭臭的第一次雪，大家可能看不见，但是就小小的天空中在飘雪。我们准备去超市，主要是要买点水逛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回酒店。好冷。